个看影片的看到头昏的。是啊。看影片怎么了？看到头昏的。看到头晕的。这个吗？嗯。主要速度很快啊。不是，因为你的你的那个。看这边光线，你的。三次光线。那个在是在抖吗？三块红了哦。大片。这下面要一穷摇的话吧，正好开过去，不错。不是，你们让开，不要挡住别人啊。S 掉。说什么？可恶吧！我为啥当他妈的弄手呢？他妈的变破，痒！哇塞！手还点个嘞嘞嘞嘞！你烦吗？那把呢？在。我把两个都给你，看见没有？好 ，OK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样旋转。这个，这样知道了。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是万大师。还有，他还没教完呢。如果说你收起来了以后，要放矮怎么办？把这个拉起来。哦。黄总还不知道吧？知道。拉出来以后就这样。懂了吗？看见没有？放平，然后把这个升上来，这个地方就很矮了嘛。这样的话，这样哎，好，你呢就懂了吗？就可以降到这么高一点了。对，可以拍花了呀，拍小草了。对。啊，这么个东西2000多块钱啊？是啊，还不错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一桶。还有60公里。哦，没事，只要有照片，60公里也没关系。